心跟尽情的敬拜。那这两首歌，就是按照那个上面的那个下面那个谱的那个顺序来弹。那弹到那个中间的时候，就是说，第一首转到第二首的时候是连接在一起的，所以，如果转调的时候，就是希望大家。深处我心什么调？深处我心是G调。尽情敬拜是A调。Okay.